边了，我们把车开来活动现场，等一下我们把车移进去参加我们这次的公益车竞标的嘉年华会，然后等一下我们等他们工作人员来，我们就把车开进去。来了，来到现场了，哇！还有灯光这样打起来，这个车整个质感都 level up 呢。对啊，那没卖个二三十万怎么行？很开心啊，能够参与这个活动，因为我们提早来，也不知道之后呢这个踊不踊跃，有点紧张，因为我们身为这个协办嘛，对不对？负责这个行销宣传，如果没有人来，觉得我们号召力不够，还是我们落惨？我是有点担心这个啦。其他的其实还好，啊，标多少钱那个无所谓，反正做公益的嘛。只是觉得老脸都拿出来了，没有人来，真的很落惨。我很期待看看。我上次广惠我也是想说没有人敢上台唱歌啊，结果很多，结果我们排队排好长。好，那我们就期待接下来活动顺利 ，Go。请还没有赏车的贵宾们可以移动你们的脚步到我们的车辆展示区。我们的车辆展示区呢，从这边出去，然后呢在停车场的位置有一个舞台。那我们的活动呢会在5:20正式开始。其实宝哥跟小师挑这台车是充满了意义的。那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啊，喜美啊，其实我们知道它的车的这个车型已经出到第十代，已经超过50年了。同时啊，这台车啊有一个光辉的历史记录，它的是全世界销售量2700万台，非常惊人的数字，所以它有一个历史定位跟一个价值存在。今天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今天的活动已经到了第14届，经过这十几年下来，我们承德商圈呢，我们的形象、我们的品牌、我们的能见度，全省都看到。当然呢，今年的活动我们的主轴还是就是点亮我们的承德商圈。我们今年的重头戏，我们就跟我们的小师汽车啊，它在我们业界它是有非常强劲的一个网络声量。当他听到我们要跟他合作的时候，他非常的乐意，而且无偿提供，就是我们刚刚各位贵宾看到的这一部的一个，虽然这个 CX 的车子呢，但是它的车子非常的精细，而且经过我们承德商圈我们的健力汽车的一个仔细的检查后呢，还有到我们的九升汽车加装一些配备，加上我在那边看了一下，非常的满意这个车。作为我们今天要捐出来给我们的台市镇弱势团体这一个有意义的活动，最后呢要再一次谢谢，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好的。我们下一个第二项的竞标产品，是我们目前在 YouTube 里面很奇怪，我每一次打开我的 YouTube， 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它的影片，我觉得都不想把它关掉，关到最后面都关不掉，怎么办？我被迫只好看它的影片，结果呢，拍谁？目前已经上瘾了，来。这一次特别介绍 YouTube 小师汽车共同合作的公益车款 Honda Civic 1.6， 我跟各位报告，经典名车，不买可惜。尤其经过小师他的巧手，他把它整理的焕然一新。甲新车无啥差别啦，你甲大家讲，这今年买，大家嘛相信，我袂甲你好笑。我们通过小师团的视角，将公益车款结合承德汽车商圈的车商服务，从汽车的鉴定、保养、维修到汽车的美容，都可以在承德商圈里面来共同完成。来，我们准备要竞标哦。那接下来我们也要邀请我们的小师来帮我们说几句话。来，来，欢迎我们的小师来，热情掌声。
我本是讲你讲爱影片讲不掉，可能是电脑坏。爱我电脑，我老爸电视挂挂甲大家报告，迄是是我最爱偷看你个。哎、欸，我看你有看我空档有这么精彩哦。哈喽、啊、那个现场各位长官贵宾还有旁边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石齁。那首先在这边跟大家说抱歉，因为我的店呢不是在承德汽车商圈，但是哪里都管但是汽车商圈是我从这个素人开始第一次进入这个二手车界第一个地方，好，所以一路到现在，所以呢我对这个承德路这个汽车商圈有非常浓厚的情感，因为我的青春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那边消耗掉了。啊，当中有喜有悲嘛，对不对？有快乐，有欢笑，所以要谢谢宝哥给我们这个给小师这个机会来参与这样的盛事，而且呢，我也拜托宝哥一定要让我来帮忙整个我们台北市承德汽车商圈的一个行销跟推广。那因为现在的时机来说，非常的举步维艰，那希望借由小师小小的网络的流量，那能够让更多人觉得买二手车不是一件很危险、很可怕的事情，尤其当你来到了承德汽车商圈购买，你可以很放心，好吗？那也谢谢各位贵宾朋友，那也请各位贵宾朋友待会请踊跃参与我们所有的竞标跟爱心公益活动，谢谢。谢谢我们的小师。我们欢迎小师留在台上哈，来一人几票？哎，举个手给我看一下，16000块，一万六这边。六万八，不小心哦，泄露成本价，无所谓，因为我们到最后呢，全数去捐出来做公益，所以呢，你的68000也好，180000也好，全部都是在做爱心。拍手哎，拍手哎，七位哦，七万二，来，75000元，来，八万，哦，八万。10万2000元，三步旅游的董事长陈国生陈大哥喊11万，他准备把他的宾利卖掉来拆迁物的轰炸第一个，对不对？哦，不得了，哎，11万，一次，5万，第二次，3次，恭喜我们陈国生陈大哥，耶！很稀有，一定有的。人家双腰为什么会有稀有？哎、欸，有啊，哎呦，不下老板，不淡不淡呢，漂亮呢，干嘛注意点？过诶呢，那你二变变掉诶，哎，正推荐，看诶，啊，在场谁没有吃懒图了？举手。你有吃吗？他自己也没吃。你自己啊？我应该吃4个吧。你自己啊？我应该吃5-6个。为什么我要吃4颗吗？挖大脚颗，所以只是双数。所以来，我们来猜拳，最输的吃一颗。好，剪刀石头布，刀石头布。一二三，耶！二三，剪刀石头布。好，我要。这辈子有吃过吗？看不到输哎。我要泰山。好，那个还有啊，芒果你跟他 PK。然后石头布，哇！上套啊！你要这正确吃法吗？就吞吞吐吐不能咬。哈哈哈哈哈哈！那个不碍事，软软的会痛，会痛的，必然会痛你的。来，腰腰际腰际修狗皮，腰子固好，以后要换 iPhone 的时候才有东西割。你觉得你的也是长这样吗？好像没那么长。我知道他在袋子后面，我看不出来。你们偶尔呢？这是我多会加偶尔的一种。
兄弟们，邪教！哦，那别人给你啊。你刚不是举手？有没人举手？哦，有谁管你啊？我讲，我要把你们死对。爱情本性是爱。只要用心来打拼，一定求出冠的名。只要用心打拼。公益车活动终于顺利的结束了，那也谢谢那一天来参与的粉丝朋友们。好，那天我很担心没有人来，我们通常都是那种万人响应一人到场的那种状况，没人到场都状况可能都会发生，所以我去的时候很紧张。为什么？因为人我们是卖个面子给人家，如果万一来了没人来，号召力不够，落战，对不对？那就不行了啊！不过真的是有，而且那天还真的有粉丝来参与竞标，我真的觉得还蛮开心。虽然最后没有标到，因为里面其实真的有太多的老板们，嗯，对他们来讲，那个出个价是零用钱，可是来标的粉丝是真的是有需要一台代步车。不过没有关系啦，虽然没标到，好，我也请他说，以后我们店里面的公益活动再一起来响应就好了。反正做公益呢，我们是不遗余力，会一直持续做下去的。那么希望以后有机会呢，我们还是持续的参与类似的公益活动，然后也希望得到各位朋友你们的支持，帮我们分享、点点赞、订阅一下，那这个对我们就是最大的鼓励。我们就持续的发光发热，下次见。